就是你现在呢，然后立即的约三个好艺人好友，下礼拜一的时候来到宜兰一起参加这个派对。哦，那你要准备什么很厉害的礼物吗？我还是你就先准备那个健身器材。哎、欸，那是幸运棒哎。我现在想问看看，这个人叫陈柏霖。你现在在录影吗？我现在有一个 GoPro 对着我，对，应该算是在录。什么时候要来？七点了 ，OK 吧？骰子牛是用那个热条，你把它弄一弄。忙死了！这什么圣诞 party 啊？不要再叫了！刚生完 baby， 一通电话直接说 OK， 直接来。他们就是总管就知道，这时候他还没有去那边那个嘛，那个。然后他竟然先来我们玩很大，先来玩很大哦，对，玩很大那个。没有，我说你竟然先来玩很大上通告，有森林的，这样是没关系的吗？可以的。啊，这个，没有，我说你来玩很大上通告。妈妈啦，你们体谅一下。公公，哎，公公，刚生完 baby， 一通电话直接说 OK， 直接来。因为在玩很大有很多回忆，所以又回来很开心。哎、欸，自己说玩很大是不是蛮好玩？比果果，对，非常好玩，就是每一集都有不同的。回忆，对，其实我们有拥有果果这一段回忆，其实蛮开心的。对，其实因为他那时候是还没有老公小孩，然后他结束之后，因为那一根健身器材，对，然后他就开始公开，然后接着说一连串，一连串，哎，玩很大陪我长大，所以陪你成长，赞，哎，果果最近。最近生小孩之后有去开在球赛里面，目前还没有，但是很开心，就是我们的中信兄弟总冠军啊，对，耶！哎，这是一定要恭喜的，没错。另外，我就要恭喜的是，因为他们就是总冠军之后，这时候他还没有去那边那个嘛，那个，然后他竟然先来我们玩很大，先来玩很大，对，玩很大那个。没有，我说你竟然先来玩很大上通告，有森林的，这样是没关系的吗？可以的。啊，这个，没有，我说你来玩很大上通告。妈妈，你说低头呀，怎么这么低头？妈妈啦，你们体谅一下。他怕你说生完小孩之后要去工作，先去工作才是。对哦，还在恢复中嘛，但现在秋季刚结束。那你其实恢复得很好，就是有带小孩比较辛苦。小朋友叫，对，小朋友叫果酱嘛，对，果酱。如果是下次是男生的话，叫做，他说要叫果条，果条。